屏气凝神瞄准，漂亮正中靶心。射击好手吕少全在青年杯全国射击锦标赛当中展现奥运国手级的强大实力，以总分250.2分在男子10公尺空气步枪赛事称王，并一举打破了全国纪录。只是没想到赛后他本人是超级淡定，对破纪录毫不在意。其实没有想到了，只是觉得就尽量发挥这样，重点都放在动作上面，那基本上就顺的打，就大概就这样了。专注当下，好好享受比赛氛围。毕竟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吕少全等已经抢下奥运资格的射击国手们，能够参加的比赛已经越来越少，多项世界杯分站赛事都已宣布告吹，也让他们不禁担心东京奥运能否如期展开。我们2月的时候也有印度世界杯，那我们印度世界杯去，就是他们官方已经是延期了。那接下来的日本会选赛是3月的，那好像他们官方也是取消了，对，那我们也没有要去参赛。那接下来是，有点尴尬的是，就是5月德国世界杯，因为德国最近状况也不是很好，对，那接下来可能就国内赛吧，对，反正就把自己做好了，比赛该来就去吧。百般无奈的心情全流露在言谈之中，吕少全如今也只能持续备战，随时做好准备的同时，也期盼疫情能尽快好转，届时才能如愿在奥运舞台上好好表现。 YT 新闻采访报道。